咱们后场的时候不要这么斜着，你这会过来都来不及。杨总，你差不多要求别提太多了，我早就没有杨总的尊严了。来了来了，好，我们的我们的，左一点，左左左左左，就这儿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来个猛的，来踢吧踢呀、啊，来，左左左左左左，拉到底拉到底，拉到底，右右右，左左左，就这儿。Okay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，稳一下，稳一下，稳一下，稳一波，稳一波，稳一波。给一下，给一下，先。你别吐在这个球上。然后他让你休息。找到这个位置了吗？现在确定这个位置了吗？你能够完全确定他这个位置和踢球的角度是统一的？我眼神又失焦了，快点啊！花里胡哨。